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9日。还没谈这个节目之前呢，看到这个网上的一张图片啊，就感到就要笑起来，真是哭笑不得。说是这个陕西省啊，西安有一个寺庙叫大慈恩寺，很有名的啊，据说唐朝就有了。这个寺庙开始做什么呢？开始学习啊。要学习西河心啊，维护西河心。你看这个网上的图片，这真有意思，你不看你都不敢相信。共产党的统治无所不用其极啊，那真是这个统治的领域啊，这个蔓延到了整个社会，连这个寺庙啊，最清静这么个地方，现在也变得热闹起来了。说是10月6号啊，中国西安大慈恩寺组织和尚学习中共五中全会公报，其实真有意思。说这个方丈叫曾勤大和尚在会上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来，做到两个维护，就是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啊。而且这个中宣部下令将两个维护作为评判官员政绩的首要标准。而两个维护官方解读就是维护习和心，那就听习近平的话呗。这个其实想一想，也这个也没什么奇怪的。说为什么？因为陕西省一下，就胡克平刚调走，那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哈，这个依尊为首的这个新的权贵啊，这个打压这个共青团派的一个角斗场，是不是啊？前不久先把这个赵正勇啊，把他关到大牢里去了，一下判了这个无期徒刑啊，这个就抓捕了一大批啊，这共青团派的高官呢。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的重视这个陕西啊？多种原因呢。一个是什么呢？他爸爸的墓地在那地方，他这个风水要好，是不是啊？一定要把他家称为核心嘛。这个这是一个原因。另外那个地方，如果一旦将来开战，这个战争来临呢，那算是一个大后方了。逃跑的时候从北京赶过去跑掉的，跑到那个地方去藏起来，藏到地下工事里边啊，或许还能维持一段统治。这个所以在那边估计也搞了很多军工产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个原因，可能他姐夫搞房地产赚钱，从那就起家的，所以他特别小心，担心政敌到那个地方抓住自己的一些把柄，整肃自己怎么办？所以说他分外的用力啊，批这个亲临，别说啊，批了6次是7次，总算把赵正勇抓起来了，解了心头之患呐。但是现在还是不放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地很多老百姓，这个不信共产党，不信马列，不信共产党这些谎言呢，相信这个佛教。佛教由来已久啊，是吧？佛教的这个要说有核心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了。这谁都知道，怎么可能维护共产党这套东西？这说明什么？说明官办的这个所谓就三灾委员会哈，控制下这个佛教佛寺已经变质了。他肯定这些大和尚，表面是和尚，整天念经，穿着袈裟，实际上都是说不定都是共产党员、军警特的有可能啊。这个用这个办法来这个凝聚老百姓的民意，忽悠老百姓。监控老百姓啊，就农化教育，农化老百姓。所以说他在这次活动当中才搞什么，就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你想如果搞这些东西，这些理念正好和释迦牟尼这些搞这套东西完全是不着边际的事儿，是吧？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看这些和尚都在这整整齐齐的，像这党员干部坐在这进行洗脑教育，这是耻辱，中华民族的耻辱。你想佛教这个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过哈，这个佛教传入中国那真是历史悠久了，各个朝代都有一些佛教佛寺场所，老百姓这个特别相信哈，这个香火都很旺啊，尤其在陕西这个地方。你想我看到这个网络这个消息这个介绍哈，说这个佛寺这个佛教这个圣地啊是非常非常这有名的哈，却没有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现在这些有的搞这个宗教的一些和尚，已经
已经变质了。你看，表面是什么佛教协会的什么这会长、副会长，说私下底下这什么事都做啊，甚至有的这个挪用资金呢、啊，因为很多人老百姓来送这个香火钱，都贪占了、挪用了，甚至还有了从婚，这个等等啊，这真是令人感到就不耻啊。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了，他虽然搞这套东西，但是这些人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这样，没有底线做事啊，只要能你赞成我，稀和稀，怎么都行啊。所以说他肯定为了维护统治啊，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用这个宗教场所、啊、兜售，就共产党的这套啊，就乌七八糟的啊，这基础的东西啊，这真是令人感到这个失望啊，没有办法。反倒是有一些那个这个民间的啊地下教会也遭到打压。今天看到另一篇文章，你看，这是也是看世界啊，看中国网站刊登的，说又见宗教打压，秋雨圣教会长老一家遭驱赶的，这是一篇文章啊。这张照片其中讲到什么？讲到啊，这个中国政府啊总是迫害那些所谓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学这个西核心的，不搞两个维护的，像自己这个非常认真的啊虔诚的信教的，他就打压了。说是10月6号下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李英强长老披露，他和家人到乐山去旅游啊，再次遭到了官方的警方的这个驱赶呢、啊，说是搞的就是非常这个难过啊。他们原本准备迁到那个地方租房子居住，没想到这个警察马上就知道了，派人去对他们进行这个骚扰啊，甚至已经签了这个合同啊，租房合同都不行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中共这统治下啊，他对这个地下教会啊，和刚才讲这个三自爱下边所谓官方认可的教会，他就不一样，因为他想你官方认可这些，听我的话，你这些。这个你自己搞这所谓地下教会，私搞一套，太害怕呀！我看到这里边有一个情节哈、啊，他讲到什么？说讲到修女啊，讲到这个山西省啊，另一起啊，山西省有一间这个拥有8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女修女，搞在修道院里，也遭到了什么？遭到了这个骚扰。甚至警察在那修女的修道院的门前偷偷安了4个监控视频，看着修女的饮食起居，这是很无耻的啊。所以有一个戏女，这个修女很痛苦，她说十字架是救恩的标记，警察让他们把这十字架给拆了啊。她说亲手卸下十字架就像割自己的肉一样难受啊，要不拆他们就拆了修道院。你想这修女肯定是为难的、啊，你说想待也待不下去，相信上帝也不行啊，刚才讲那个佛寺相信释迦牟尼也不行，你就得信共产党，不信的就整你，你说多么霸道啊。这个甚至他讲到说是有一些警察呀经常来骚扰，甚至半夜来呀，还有一些地痞流氓无赖身上都有纹身的人啊，进来就随便翻东西，还色眯眯的引诱他们出去吃饭，你还影响这个真是这个无聊啊！因为什么？人家这些女性都是非常有精神境界的，进了修道院信基督了，信上帝了，人家人间的烟火就不管了，就是说已经是可以这样讲吧，是这个非常非常喜欢过一种清静的生活，结果你就整一些男的来骚扰人家，你怎么能受得了？对不对？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哈。这些和尚，你说和尚也能学习这个19届五中全会这个公报，你说他怎么学？人是读这个读经的啊，那个佛教那个寺院里面有很多经典呢、啊，我过去有的时候看一看，特别来到加拿大之后啊，这里有一个香山精舍，也是佛寺啊，有的时候我就周末就去看一看，我拿了很多他那个书籍回来读啊。那是博大精深的，就是这个佛教啊。那你比你共产党这些什么习近平的治国理念这个书要那个伟大的多呀，真的。所以说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你不要以为这个和尚就是头脑简单，真正的有学问的和尚啊，这个学识都是非常渊博的呀，每天都在思索这个人生的一些啊
这个富有哲理的问题。本人认为啊，你不论是这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东正教，其实都解决一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生的入口和人生的出口，这些东西其实你都不知道。你想，你从哪里来，你知道啊，妈妈就给你生命，你到哪里去了？今天人死了拜拜以后，你说是这个有没有灵魂呢？等等。人家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伊斯兰教，这个东正教、天主教，这些人都研究的是这些问题，来生啊，今生来生啊。这当然，佛教它的体系是三世，人生是三世，就六道轮回啊。讲起来那真是很精神的，我是不懂啊，完全是这个浮光掠影的啊，学习一点点的。但是这种大慈恩这个事，应该是政府帮助他们，给他们多提供点经费，安排的饮食好一点，然后啊，这个多印刷一些这个宗教的书籍，发放到这个整个陕西省啊，让这些老百姓能够有一个精神的寄托和追求，多帮助他们，而不是骚扰他们，更不是什么呢？强加他们学习西核心。西核心才算什么？过几年就垮台的，就上来一批官员。假如共产党不倒的话，说不定还换谁呢？对不对？你看以前那个习近平之前是胡锦涛，胡锦涛之前是江泽民，江泽民是邓小平，换了多少？现在也一样。你不要以为习近平好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己声称要这个一直干到83岁，那是他的想象，对吧？就这种体制，集权统治啊，这个随时可能就崩塌了，真的。因为什么？你看，这个如果真是进入战争状态了，那五大战区一个旅就把它挠起来，一挠起来它就完蛋了，对吧？也谁听他的？西核心了，何况他本身，你看他写那些东西，错字连篇，白话连篇，根本就不具备核心的这个最起码的条件，所以这个特别的可笑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这些团队啊，尤其陕西这些马屁精们，现在是这个地方官啊，也是一言九鼎啊。为了使习近平高兴啊，干脆不仅党员干部学习这个19届五中全会，你们要学，学完照片发在网上，叫领导一看高兴，我可以提升上来，我当官，根本不考虑这个佛教信徒的这个所思所想。你也无法改变佛教，佛教太这个源远流长了，对不对？你习近平才活了多长时间，我们才活了多长时间，人这个佛教那谈起了释迦牟尼的故事，可以这样讲吧，那可能这个几天几夜都是你的皮毛都讲不完了，是不是？所以说你想用中共这种极左的思潮，非常令人可笑的，和这个佛教去抗衡，甚至想取代啊，忽悠，我认为完全无济于事，非常可笑啊。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谢谢，再见。